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经本，我们把上辈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其上辈者，舍家弃业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岂有众生于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世界，结结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五天呢，没想到啊，我们就到这个今天呢，就圆满了啊。三辈往生，这是第一段啊，讲的是上辈啊。文字虽然不多啊，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这个黄念老的注解引用许许多多经论，内容非常丰富啊！如果我们要用他注解来讲的话呢，两个月都讲不完这一段啊。这个注解，希望同学们有时间的应当多看看啊。那么我们在讲习，由于时间的限制啊，只能够提醒到最重要的部分啊，是我们当前修学必须要明了的啊，要遵守的，我们这一生才能够有成就。向下经文呢，讲到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啊！你看看，这个不修功德不行啊，一定呢要修积功德。净宗同学从哪里修起呢？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多少同学修学，而在这个一生当中啊，不见得有成就。这是什么原因？还是善导大师讲的这句话，遇语言不同啊，我们没有遇到殊胜的善缘啊，所以虽然是很想努力修学，始终不得法啊，这个话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先说什么叫功德啊，学佛的同学真要辨别清楚，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啊，修福德容易，修功德不容易啊。功是什么？功是功夫啊，你修行真有功夫啊。
有功夫，当然你就有收获。譬如祖师们常讲，持戒有功。我们修行呢，持戒有功，三昧是德，三昧就是定，首先因戒得定嘛，你持戒得定了，这个得定就是德，持戒是功，三昧现前呢就是德，功德了。修定有功，智慧开了，因定开慧，智慧开了，这是德。福德可以与大众共享，我有福可以跟大家共享，功德没有办法给别人，只有靠自己修。古德常讲的功修功德，佛修佛德，不修就不得，这个是要靠你自己修的，不像这个福德，福德是我们修的福可以给人共享，我们修的功德我们回向给他，他能不能得到？说实在话，得不到啊。必须他要跟着修，就能够沾一点光，能够得到几分。他要不是跟着学、跟着修啊，他什么也得不到。这个道理要懂啊。如果功德可以给别人，那我们就不要修了。诸佛菩萨修的功德通通回向给我们不就行了吗？诸佛菩萨真的天天回向，我们什么也得不到。福德呢，我们真的享受到了。你比如居士林这个建筑这个是三宝的福啊。我们有这么大的场合有这么好的设备我们在这个里面念佛，在这个里面这个学习经教这是福三宝的福我们可以享受但是功德就没法子功德才能了生死出三界就像《坛经》上六祖所说的，此事复不能救啊！此事是讲生死大事修福报没用处那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要修功德功德可以了生死出三界这功德跟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有时候在事上讲呢，像差不多，很接近；理上讲有差别。可是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对这桩事情不能不明确地辨别。明确辨别在用心。如果我们的心跟菩提心相应这几天所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跟这个相应呢，你所修的福德都是功德。如果不相应呢，功德也变成福德那可见的这是难怪经上佛教导我们第一句话发菩提心接着才一向专念与菩提心相应是功德了，
不相应是福德。佛法重在行啊，结是手段，行是实质。你能结不能行，那么你一生所修学的全都是福德，没有功德。能结又能行，福德就转变成功德。修行的方法很多啊，修住功德了，住就不是一种啊，无量无边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去修？净宗学会成立，我们定了五门功课。这个五门是行门，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做的。刚才讲了，你认真去做。与菩提心相应，那是功德；与菩提心不相应呢，是福德。福德不能往生，功德才能往生。这个要知道，功德是立相啊，福德是住相。《金刚经》上讲的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待业往生的人有没有立相呢？没有立相。虽没有立相呢，他能控制得住。就是说这个烦恼习气他有能力扶住。在临命中那一个极短的时间当中啊，他不起现行。他就能往生。如果临命终时起现行呢，那他就不能往生。所以临终关怀啊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真的有内行人。古来大德很慈悲，依照经论的教诲把临终关怀详详细细写出来，写成一本书《赤经宗良》，我相信很多同学都看过，《赤宗经良》古人写的，用文言文写的，文字比较深，所以在民国初年有大德发心，把它写成白话文。写得更浅显更扼要，叫赤宗须知。这个我们都能看得懂。一定依照这里面所说的去做。关怀临终的人，帮助他往生。那么这是讲福烦恼的重要。福烦恼要紧的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平常要做。临终时候就容易了，平常不留意啊，临终时候你在想做，往往业障现前呢，你自己做不了主啊，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很可能把这一生的机会当面错过。那就很可惜了。我们净宗五门功课五门不算多也不少了。
这个五门第一个就是敬业三福，第二是六合敬，敬业三福是对自己，六合敬是处众啊，我们跟大众相处，如何能真正做到和睦？不起冲突，不起对立，没有矛盾，和睦相处。佛教给我们六条第一个是见和同解，这非常重要。我们的见解就是想法看法都能够相同的，其他都容易。第二条见和同修至少十善五戒或者是十戒六合一定要遵守。你要是不能受持，你就没有办法控制烦恼，你的烦恼习气就扶不住。扶不住到临命终时决定生障碍，你就不能往生。平时要用功夫最低限度的功夫要学得像古人讲的八风吹不动。那个临命终时才有把握往生。就是决定不被环境所转。不受环境的影响，这个很重要顺境善缘，凡夫容易起贪爱的心。逆境恶缘呢，也会起厌恶的心、嗔恨的心。见到别人比我好，生嫉妒心；看到别人不如我，生轻慢心，瞧不起人，这个都是烦恼习气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烦恼习气起不起来呢？常常有，麻烦就大了。真正修行人呢，像这些烦恼习气要一年比一年轻。真正做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功夫，可以全部控制住。烦恼没断，踩起来就有能力把它压住。这就是古德所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种烦恼起刚刚冒出来，第二念呢就把它控制住了，就压下去了。总的方法佛法里面称为止观了，念佛也是止观。这一句佛号提起来观了，佛号提起来就把烦恼习气压服住了，那就是止。止是对烦恼习气的说的。观提醒自己，我们把念头转在佛号上。念念不忘阿弥陀佛。也就是我们用一句佛的名号，把所有一切的妄念妄想全部把它打掉。这叫这个念佛功夫就得了了。五门后面
三十恶、六度、苦行十业。我们的行门呢，就依照这五条啊。五条为什么修好？这个五条也有次第的。五次第当中还是有个次第。这个次第怎么样是扎根？根在孝亲尊师，就是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两句我们没有做到啊。你对父母有没有尽到孝心？你对于师长是不是真的尊敬？这两条没做好。这是根本的根本，因为这两条没做好啊，你虽然苦修了几十年，到最后全盘失败。好像我们盖一栋大楼，地基没做好，勉强盖上去，经不起考验。大风一来的时候，这个房子就被吹倒了。我们今天学佛的，就像这个比喻差不多。我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啊，看得很清楚啊。真的把这些毛病呢，看出来了。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扎根。一定要把地基做好。你以后才会有成就。那么这个地基就是敬业三福。三福里头特别是第一条。第一条人天福啊。第二条是二乘福啊。第三条是菩萨福啊。一层比一层高啊。像三层楼一样的。这个头一条是第一层啊。第一层里的这个四句，我们把它落实在弟子规跟十善业道。从这个地方来扎根。现在我们已经到七老八十了。我们学佛还要从这学习吗？还要从这学习。不从这学习，恐怕临命终时走不了。还要搞六道轮回，那就错了。所以我这个几年呢，特别强调了这个功课，这两门功课啊，《弟子规》跟《十善业道经》，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大家一起学。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对家庭有好处，对你事业有好处，对你将来往生净土好处就更大了。千万不能够疏忽。这两样东西分量都不大了。真正学好，百分之百落实到自己生活行为上，那你的威仪就很像一个菩萨了。人家见了你后掌成立菩萨，很像菩萨。那什么菩萨的样子就显现了。这个形象就现前了。所谓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你这个样子就可以给社会大众做榜样。你说这个重不重要？弟子规
蔡礼逊居士讲得很清楚。他用40个小时的时间，他自己的学习、亲身的经验，以及他所见所闻，都做了详细的报告。如果没有听到他讲演的，现在他这个屡次讲演呢，我们都保留了录像，都有光碟。我们这边也有，也有拷贝。希望带回家去多听。可以把呢我们所学习的这个经典呢暂时放下，先专听弟子规，专学弟子规，用1年的时间根扎下去。我1年的时间打基础，像盖房子我打地基。1年之后，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你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学的东西会得力。你能够学得像啊，你能学得好啊，今天怎么努力学都学不像，功夫不得力，就是没有基础。那么《弟子规》用1年的时间基础打下去，十善业道经跟诸位说只需要3个月。为什么呢？你有弟子规的基础，十善业道经3个月就可以毕业了，这个基础坚固了，然后你们受的3规5戒就起作用。第二福嘛，受持3规，居住中戒，不犯威仪，它是以第一福为基础，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把十善业道经、弟子规学好了，3规5戒就做到。你在这里这个受3规5戒，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如果前面第一福做不到，我们受这个3规5戒都是戒律，都是形式。阿赖耶里面种一个善根，这一生当中不起作用。你看看，有了具足众戒、归戒、归依，这3规是觉真经的，然后具足一切戒。菩提心才能发得起来。第三福第一句发菩提心啊，身心因果啊，这一句话不太好懂啊。身心因果，如果在第一福里面讲，我们好懂啊。我们一般讲到因果，都会想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我们反复都懂啊，那还去跟菩萨讲是吧？对菩萨讲身心因果，这个意思决定不是跟凡夫说的，这是一个特别的因果。什么因果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因果很多菩萨都不知道。你说这个善因善报，恶因恶报，谁不知道？凡夫都知道，还用得着菩萨吗？但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很多菩萨不知道。这个是世尊慈悲特别提出来啊。告诉这些菩萨，修念佛法门成佛最快最稳当，
是这个意思。接着再是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后头是两句是一桩事情。到深信因果，它总共是一句，前面九句都是自律自度啊，后面两句是度他。劝进行者是行动度他了。众生根性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我们用一门呢，度不了一切众生，所以你要读诵大乘，读诵大乘，那你的善巧方便多了，你才能度无量众生。众生喜欢什么，你就跟他讲什么。所以这个十一句，前面九句自度，后面两句度他了，菩萨要度他了，所以要广学多闻。如果自度呢，到深信因果就行了，一门深入，念佛往生，上上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佛果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现在才真正明了，要想功夫得力，要想快速成就，先把根基打好。如果不从这上面下功夫，那你什么都不能成就。我们学佛如是，世间法亦复如是。现在这个社会之乱，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没有出现过这么样乱的社会。不是每一个地区，全世界。为什么这么乱呢？中国人把老祖宗的教诲丢掉了，《弟子规》是我们老祖宗的教诲。从尧舜禹汤一直到清朝末年，每一个人都学，没有一个人不学习的。满清亡了之后，民国成立了，在民国初年，大概在民国十几年左右，还学到一点。民国二十年之后啊，逐渐逐渐就淡薄了。现在这半个世纪，五十年呢，二次大战之后啊，完全没有了。所以社会乱。西方人过去都信仰宗教，都信神，也信因果，所以社会制度也相当良好。那么这个特别是这半个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可以制造机械，利用这个机械可以能够飞到其他星球上去。太阳系这几个行星都想去探险，
我们相信呢，再过个几十年，这个科技更进步了，恐怕要真正要去探险呢，这外太空，啊，太阳系以外的那太空。所以人不相信神啊。那从前说这都是神造的，啊，现在就探险到了月亮那里去了。那个人登陆月球，那一天呢，有个同学打电话给我，啊，问我说这太空人登陆月球了，啊，电视已经做很详细的报告，那我们还要不要念运光菩萨？日光菩萨，我们要不要念呢？啊，我们从这个疑惑就知道，科技发达的时候，把宗教这个宗教信仰啊就断掉了。啊，我告诉他。月光菩萨、日光菩萨还要念，为什么呢？他住在这个月球上啊，他跟我们不是一个空间维次啊，我们看不到他。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人大家晓得，人鬼杂居啊，啊，我们跟鬼同住在一个场所啊，不同维次空间啊。我们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我们。啊，偶尔啊，很少的机会也会碰到啊。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科学再进步，它不是万能的。啊，它还是有限度的。啊，我也跟诸位报告过，啊，地球上也常常发现外太空的人，啊，发现了飞碟，啊，就是他们的交通工具比我们进步，啊，飞行的速度比我们快，啊，我们今天的飞机最高速的飞机跟它相比望尘莫及，啊，而且它这个飞行工具。可以在空中停住，啊，可以很大的速度就消失，啊，这都是我们赶不上的。啊，有些人说啊，这些人是不是就是神呢？啊，我们相信他不是神，他是人。如果要是神呢，不要用交通工具。啊，为什么？神有神足通，神足通飞行变化了，他不需要 啊。你看我们在这个笔记小说里面都看到很多啊，《聊斋志异》里头啊，《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你看都看到过啊，那什么写的是仙人。啊，还有呢，狐狸呀，啊，狐狸修行修成功的时候也了不起。啊，他们需不需要这些交通工具？不需要。啊，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人身上变成一道光啊，他就走。那这个是现在用科学这个理论来讲呢，很合乎道理。身体呀，啊。是个物质，它能把物质啊转变成能量，啊，能的那个快速度就快了。它到达某一个地方呢，又把它的能量，这个能量来恢复成物质的身体，哎，它就现形了。啊，这是科学上讲得通，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啊。那比这个交通工具啊好多。啊，不受这些交通工具限制啊！这外太空人到地球上来访问，还要坐这个工具啊，还要坐这个太空船，他是人，他不是神，
它是属于人道，这说明人不一定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人，其他星球有人的很多。人道，那它不是天道，也不是鬼神道。那修功德呢，你的能力就会发现。定啊，能发神通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小乘须陀洹。须陀洹88品见佛短。他得两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天眼不需要用望远镜啊，不需要用显微镜啊。不要用科学仪器，它能看透。我们在7楼，我们往下一看，下面6层楼清清楚楚。天眼通。须陀洹这个能力就现前，我们有没有得须陀洹看看就晓得了吗？给一张纸都不行，都看不见了。那说明你没有功夫。那个天耳通要是得到呢，不要用手机了。在远方的音声，你只一注意，就是一注意都听到。所以须陀洹跟须陀洹要沟通啊，他们不需要用这个录像。再远的地方就像面对面一样。谈话交谈的时候不要用机械。你说这多方便。我们用这些多累赘，而且听说这个手机的电磁波伤头脑，用多的时候将那个头脑不要麻木了，不是好东西啊。最好不要用啊，这个机械的副作用很大。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也有个手机，1个月难得用1-2次，我手机不开，我也不晓得号码多少，不知道。所以我充一次电池大概都用1-2个月，充一次电池。最好不要用它。我们这是养生之道啊。不要受这些电磁波的干扰。所以这个事发里头，联合国做这个世界和平工作从1970年开始到现在30多年。有没有效果呢？这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是1年比1年不和平。冲突频率年年都是在往上升的。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么我们要深深地去反省啊。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处在没有学《弟子规》呀。我今天是直截了当的跟这些参与联合国的这些人士接触交谈呢，我是直截了当告诉他，我说真正要能把这个冲突化解和平要落实。
我们这个世间呢，全民啊，就是全世界男女老少一起来学《弟子规》，冲突自然没有了。《弟子规》学习的目的在哪里？这是人家一定要问的。目的是在叫人人心地纯净，行为纯善。目的是在叫家家和睦相处，幸福美满。你说好不好？哪个不要？人人都要啊。他确实可以帮助你达到啊。所以我们要把《弟子规》向全世界推动了。难得他们听了我的话，也能相信，也能接受。所以要跟我合作。我们要把教材赶快提供给他。那么由这个教科文组织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在全世界来推动。好事情。那么这个就是70年代啊 ,1970 年这个汤恩比博士所说的啊，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大乘佛法。孔孟学说就是弟子规啊，四书五经十三经不行啊，太深了，没有人听得懂啊。大乘佛法里面这华严楞严法华没用处啊，也没人听得懂啊。十善业道，是大乘是十善业道啊，孔孟是弟子规啊，决定能救这个世界。对世法的功德力啊，我们不能不晓得。所以我们好好的从这上面去学，然后你三学六度十愿，十愿是法身菩萨修的，我们天天在念，礼敬祝福，我对这个人讨厌，我看不顺眼，那么你礼敬祝福，这个人要除掉。是打个挂符，某某人要除掉，哪有这种道理呢？礼敬祝福，祝福是直接指的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是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而礼敬呢，最重要的是叫你礼敬未来佛。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是不是用真诚清净平等来礼敬所以十愿真的不好修真的是太高了。为什么呢？清净平等觉现前，你才能修普贤十愿你没有真诚清净平等呢，普贤十愿只能够念念知道那菩萨修的我们还做不到如果我们努力按照这个层次从这个弟子规十善业道扎根，然后再修这个三规这个中阶，一步一步往上提升，能达到所以十愿是化身菩萨修，这个要知道。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讲不是化身菩萨可不可以修呢？有行。华严经讲十种当机，里头有一种叫大行凡夫大行凡夫可以参与华严法会所以这个大乘教也包括我们这个
人间的众生啊，乃至于三途里面的众生啊。他为什么能发这么大心？过去生中阿赖耶识里头熏有种子，有大乘种子啊，虽然堕落在人道，或者堕落在三恶道啊，如果遇到缘遇的殊胜啊，能把阿赖耶识这个种子引发出来啊，所以他可以修啊，他能有成就啊。我们这个五门功课一定要清清楚楚啊，一定要很透彻的明了，把它变成我们日常生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准则啊，这才行啊。世间人最大障碍欲望，欲望里面头一个求财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那么佛在一切经里面都给我们说，这三样东西能不能求得啊？我在早年学佛，我没有起这种念头啊，对老师没起这种念头，老师主动教我啊，我没有问他，他给我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话我们学佛之后就听得很多了，可是谁能够心术奉行啊？听多了啊，就所谓是老生常谈，不留意，不肯真做，果然真做，的确有求必应啊！求财得财，这个求所得的，是你命里头没有的，啊，这是求得的；命里有的，那就不必说了，啊，命里没有，你求得；命里头没有聪明智慧，也能求得。命里头没有健康长寿，你也能得到啊。佛教我们修三种因，这三种因就是三种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财布施里面布施里面呢，有财、有法、有无为啊。那么菩萨六度，如果把它归纳起来，这个六个科目用一个布施就全包括了啊。持戒忍辱是无为布施啊，啊，精进禅定智慧是法布施啊。所以菩萨行归纳到最后一个字就是布施啊，布施是叫你放下，是叫你舍，舍后面就有德啊，舍得这个名词是佛教的啊。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会用啊，但是不知道这个术语是从哪来的啊，是佛门的
你能舍，你就有德；你舍财，你得财；舍法得聪明智慧；舍无为得健康长寿。能舍就有德。可是得了之后啊，还是要舍。第二个舍得呢，是把你这个得到的也要舍掉，那就变成功德了。那如果你舍了后头得到，你就在那享受啊，那是福德，不是功德。把我所得到的时候也舍掉的时候啊，那就变成功德了。那个功德，果报就殊胜了，就不可思议了。那佛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能够体会到其中的真实意义，要真真肯干。你有智慧观察的哪个地方需要。有智慧的人会用钱。真的是一个钱呢当一万个钱用了。用得妥当啊。不会用钱的，拿一万块钱去造罪业，去堕三途啊，那你就错了。唯有智慧开了，你就会用钱，用得很妥当，能够帮助一切众生求，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你说这个多有价值。都有意义。修筑功德是助缘，目的呢，愿生极苦。这一条比什么都重要。这一句啊。唯有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果报叫究竟圆满，一生成就无上菩提啊！你在任何诸佛国度里面，你都做不到，唯独西方极乐世界能做到。你要问他为什么做到，他能做到吗？第一个，他长寿，无量寿啊！大乘教里面常讲啊，菩萨学佛要修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很长啊。如果在极乐世界呢，三大阿僧祇劫不算长，很短。为什么呢？人的寿命是无量寿啊，比如说。你寿命有100岁，现在你修这个东西需要多少时间呢？需要3年。100岁的寿命3年这个完成过很容易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方活如是。有很长的寿命。三大阿僧祇劫你就修成佛果了。所以在西方的时候容易啊。所以西方叫一生成就。这个古德又常常讲啊，这个法门叫一生成就的法门，不要等到第二生。单单说这个寿命，就令人非常羡慕。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才能得到。你在其他任何诸佛国土。都做不到。寿命虽然有长，但不是无量。西方世界是无量寿啊。西方世界的生活，一切都是自然的，都是随着自己心念变化出来的，不需要经营。不需要自己去操心。想什么这个东西就现前了。
就在面前。你比如讲饮食，想吃什么，这个东西就已经在你摆在面前了。不想要就没有了。这个道理科学家懂得。但是现在晓得这个道理，有这个可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这是能量跟物质的转变嘛。需要的时候把能量就变成物质我们来受用。不需要的呢，这物质就又回归到能量，没有了。西方世界能与质的转变呢，是随着自己意念。所以你还有什么贪求的？西方世界生活环境清净庄严。你居住的这个宫殿，宫殿里头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不像我们呢，很多需要的东西很累赘呀。这些家具陈设好多，西方世界不需要。要的时候呢，马上变化。我需要一张桌子，一个讲台，那立刻就变出来了。不需要了，马上就没有了，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你们想想看，这种生活方式我们想不想往？想往啊，就下定决心了，愿生其国啊，不能不去啊！那你要不去的话，那就是愚痴愚人聪明人的时候决定要去真能去得了不能怀疑怀疑问题就出来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三个字：信、愿、行。这个行里面就是这个世间拉拉杂杂，通通要放下，决定不能沾染。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了，要认真去修积，积功累德了，断恶修善。功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功德，帮助众生觉悟。众生有苦难，当然要帮助他，那是小事。唯有觉悟，他才会选择净土，他才会愿生彼国。这个愿就重要了，信愿行。行总的来说依教奉行。那我们这个用什么方法断恶修善，用什么方法积功累德，我们这个五门功课就够了。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呢足够。可是你要认真去做。我们虽然提倡这么多年，真正用功得力的人很少，那就是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呢，不知道从哪里做起。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法，自己以为都修得不错，都觉得是对父母很孝顺，对师长都很恭敬，很多60岁的、70岁的、80岁，听到《弟子规》的讲解之后惭愧心升起来。
本来我觉得不错啊，这一听呢，哎呀，我做的太少了，没有做到啊。这个《弟子规》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的标准，你要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十善业道经是标准。啊，你拿这个跟自己对一对，你到底做了多少？天天要核对一下。啊，早晨读经提醒自己，晚上读经反省。啊，我这一天到底哪些地方做到，哪些地方没有做到？啊，做到的希望能保持。不要失掉，没有做到的赶紧要去做，这个叫真用功啊！这真正的愿生其果啊！啊，对于世尊啊，释迦牟尼佛，对于阿弥陀佛，对于十方一切诸佛，他们的教诲啊，深信不疑。啊，你看看《无量寿经》是简单，讲的十方诸佛，《弥陀经》上讲的比较详细。啊，你看《六方佛赞》那段经文很长。啊，说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讲净土三经。啊，这个赞佛呢，就是宣扬西方极乐世界，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是赞叹。没有一尊佛是障碍人往生极乐世界的，没有。啊，唯恐你不发心修这个法，啊，唯恐你不发愿求生净土，啊，十方诸佛都欢喜的。啊，你要是不相信，你怀疑，那你是没有福报，啊，这就说你业障很重。那么有一些初学的人听到西方就怀疑了，问题就来了，这地球是圆的，哪里有西方啊？我们现在是乘飞机往西方飞，飞几个小时又飞回来了，西方到底在哪里？佛在经上讲的西方没有指我们这边东南西北，没有啊，没有说地球的西方啊，啊，所以至少我们要认定娑婆世界的西方。哎呦，娑婆世界太大了，啊，早年我们总以为佛经上讲的娑婆世界、大千世界，大概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银河系。啊，我们常常是这样想法，把银河系看作是一个大千世界。啊，是娑婆世界。啊，哎，这个我这个观念很多年了。啊，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之后，他告诉我银河系不是大千世界，啊，那小千世界行不行呢？也不是。那是什么呢？单位世界。哦，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想到的。啊，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啊，须弥山呢就是银河系的中心。啊，一个银河系是意思叫一四天下，
一个单位世界。那么一个大千世界娑婆世界有多少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这是娑婆世界，这个大千世界。那个西方啊，那西方在那我们找不到了，那不晓得了。所以不要去管那个方向，好在有一个讯号啊，像我们驾飞机有航线有讯号，跟着这个讯号啊，就决定不会错啊，不会错了方向。这个讯号是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哎，这是个讯号。哎，在这个大宇宙当中，这个讯号是绝对不会错的。你要有信心，你不能够怀疑。啊，你要是一怀疑，你就错了。这个机缘就丧失了。所以经上讲得好啊，灵寿宗师啊，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佛就来接引你了。啊，你跟佛的这个讯号保持着不中断的。即临终一念生念，感应不现前。啊，最重要的是临终那一念，这个讯号要畅通。啊，平常畅通啊，到临终时候忘掉了，不通了，那你就去不了了。啊，我们念佛要养成一个习惯，什么原因呢？就是希望临终那个时候一样保持畅通无阻，希望心里头都能保持这一念，这一念叫正念，除这个念头之外都叫邪念。那我们就想想，我们从早到晚呢，我们正念有多少，邪念有多少啊，这就知道了。在念佛堂念佛，一面念佛一面还在打妄想，这个很可怕，很恐怖啊！啊，可是诸位要知道，这种现象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凡夫嘛，无量劫来，你烦恼习气在熏修。你今天刚刚学到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就能把一切杂念都去掉。你是佛菩萨再来，你不是凡人啊！凡人哪里能做到啊？决定做不到。你看这个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我在文钞里面看到了，有好几段，不止一个人啊。有人向老和尚请教啊，我们在一支香里面啊，大陆上那个时候念佛，念佛堂烧的是长香，一支香呢一个半小时。念一个半小时的佛，杂念还是很多啊！啊，问印祖啊，怎么办？用什么方法来克服杂念？还是用念佛啊？这说明什么？你念佛的功夫还不到家啊，还没有付出啊，继续努力啊，那就对了。不要用其他的方法啊，其他的方法的会有障碍啊，会帮你带错路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所以祖师说啊，那个善根深厚的啊，业障比较薄一点的啊，在念佛堂经常念佛的大概3年到5年，一支香里面呢还会有3、5个妄念啊，那个功夫就算是不错了啊。一直想一个半小时这个念佛的时候还会有3、5个妄念啊，就很少了。那我们现在是念一直想啊，恐怕有3、50个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是吧啊。
这个佛号跟杂念的它混在一起，这就说明我们这个业障习气有多重啊！就真干，不要换别的方法。念佛这个方法，除这个烦恼是最有效的啊，比其他法门呢都殊胜啊。那我们扶不住，扶不住是功夫不到家啊，继续努力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另外呢，一个注解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现实生活要看得淡一点，这个也帮助你，减少妄想啊，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啊，一定要淡薄，不要计较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都是生死轮回的根啊，这个无量劫来搞生死轮回搞得太苦了，我现在还要搞这个啊，什么都要放下啊，什么都好，随缘不攀缘啊，我们的心就定了啊。这个时对于念佛功夫得力了，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就是把一句佛号抓住啊。人在这个世间苦短，我26岁，我学佛闻道佛法啊，今年都80岁了，想起学佛呢就像在昨天一样啊，你说人有什么意思啊？54年当中到处流浪啊，这个到处流浪有一个好处，无家可归啊。啊，对家的念头呢没有了，这是好事情啊，没有家的念头啊，无论在哪个地方，我们的心态就跟住旅馆一样啊，这里有缘住几天，过几天又到别的地方去了啊，没有丝毫留恋了。啊，放下很简单的，很容易啊。啊，我们在澳洲建了个道场，啊，现在我交给物资被年轻人自己去管理去了，啊，我不闻不问，啊，很容易放手。那我们过去在美国也建了道场，在台湾也建了道场，我们舍弃是一点点痕迹都没有啊，这个就是长时期流浪的好处啊，容易放下啊，样样都要放下啊，决定不要执着啊。年轻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玩这个照相机、摄影这些东西，我玩过小型的电影呢。可是时间都不长啊，大概5年10年统统放下了啊，对这个东西了解了，明白了啊，再也不搞这些啊。尤其到晚年往生的这个时间越来越近啊，那就是越来越要放下啊，不能有丝毫留念，丝毫留念
在往生的时候都产生障碍。所以现在要统统使，要把它使得干干净净啊。怎么个设法呢？出家人，无论是在台湾在海外，我认识的很多还都不错，都对于故乡啊都没有忘掉，要到故乡老家了去建一个寺庙很多。那么这个事情我也没有例外，我要到老家，我没有建寺庙，我就建一个学校。原来呢，这个想法是做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社教中心。现在地方政府告诉我，中心在中国是属于第四代的这个地位也不高，不能对外活动就是跟国际上不可以交流他的地位也太低了。那么看到我们这个活动将来一定会跟国际发生关系所以就希望我们要提升，我们也是随缘，把中心呢提成为学院所以现在我们办叫文化学院那么属于省级的属于省级的，不是属于县的，可以接受这个国外的资助也可以跟国外这个学术界交流用学院是跟大学是相等的是一个独立的学院就现在改成学院那么我还在国内找一个人呢给我担任院长我不能回国你们听到一定都很难过，我为什么不能回国呢？我们的同胞太热情了，太热情我就受不了了。那么我自己虽然没有回去了，我们这个事业在国内建立，事业在国内建立，佛法在国内一定会发扬光大。我们这个在佛法教学方面我们是把它看作教育，经典是教科书经典是教科书。那么同时诸位同学一定要晓得，现在这个时局是整个地球哪个地方有动乱呢，我们都不太平了，都要受到灾难。那我们没有这个缘呢，那就不强求。人总是要随缘不攀缘。现在有这个缘分，联合各教科文组织主动来找我。那么我们把这个理念让他去落实来推行呢，好事情。他的组织全球这个参加他们的组织有350多个国家地区，你是个范围多大那他属下的有7500多个学校分布在全世界听说北京还有一个属于联合国的。那么我们这个弟子规跟这个十善业道
能够让他们去来推动，啊，很快就能够普及到全世界。这个工作我们要做。啊，那么我们新加坡邻近的印尼，印尼，我跟他往来虽然不长，啊，时间不长，但是关系非常之好。啊，我跟他们建议，啊，希望他们国家能有一个仁爱和平讲堂，啊，集合各个不同的宗教，在这个里头讲经教学。啊，我们互相呢，不同宗教在一起互相学习，啊，宗教才真正能团结。我们把许多的误会化解，啊，我们走向和平，啊，我们发挥神圣爱的教育。印尼政府非常欢喜，这个现任的这个总统很支持，那我就不能不去了。啊，我要把这个事情办了出去。啊，他们的宗教领袖，啊，政府这些官员，啊，像他们宗教部长、教育部长，啊，热心支持。啊，这个事情是我建议，我提起来的，啊，所以我一定呢会把它做成，啊，那么这个地方做成之后，会对于这个地区安定和平呢带来很大帮助，啊，我们新加坡总统啊纳丹先生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还特别鼓励我，重要啊，法师这个事情重要，你一定好好的认真去做。啊，我们也感谢这个总统的支持，啊，他对这个事情这样的关心，啊，所以我们全心全力，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今天做什么，做世界和平工作，啊，我们的方法就是弟子规，就是十善业道，啊，希望这两样东西能够遍及全世界。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全心全力培养啊老师啊，弟子规要人讲啊，十善业道经也要人讲，要培养老师啊。这个老师就是国际性的啊，将来的时候这个在联合国配合之下啊，对全世界啊这个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啊，我们做出具体的贡献，啊，那么这个就是汤恩比波斯所说的，解决21世纪的问题，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弟子规。大乘佛法十善业道，我们把这个东西推出去。啊，那么这两年当中，我们也在各地方啊办了十几次这个讲座，很有效果。我们的信心呢建立，啊，这个东西有效，啊，比联合国开会有效。那个开会，我觉得是劳民伤财，啊。没什么意思啊，这个办讲座上课有效啊，我相信上一次在新加坡这个3天的课程呢，有一些同学们参加啊，很受感动啊。啊，新加坡这次办的是赖居士啊，他来邀请主办的啊，那么也是对新加坡的一个回馈啊，这个事情办完之后，我听说他已经移民到韩国去了，
他离开新加坡了，很难的。所以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多做好事啊，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了，做我们往生的资粮啊。啊，成就善业啊，感得临终佛菩萨来接引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好啊，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胎生的，所以到那个地方没有父母之缘啊，在什么地方生的？莲花里面生的啊，七宝莲花里头化身啊，所以西方世界这个世界是很特殊的。莲花一开，你就看到这个人在其中。那个人不是小孩，不是像我们这样慢慢长大的，不是。慢慢长大就有生灭了，西方世界没有生灭。你一看这个人呢，长的样子跟阿弥陀佛一样。所以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每个人面貌都一样啊，都是金色身，都是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我们这个世间呢相貌好的人啊，啊，西方世界那殊胜太多了。啊，这个经上释迦牟尼佛也用比喻来告诉我们，啊，我们世间大梵天王的相貌最好，福报最大，啊，摩西是罗天王都比不上啊，差远了，啊，换一句话说，自信圆满的显露啊，啊，自然化身上面加了自然就说明。不是胎卵湿化这个四种身啊，叫自然化身啊，智慧勇猛啊，这个就是能力本能现前啊，智慧现前，无明烦恼就断了，无明既然断了，诸位想想看，那个见思烦恼、尘沙烦恼，那还有问题吗？啊，无明是烦恼的根，从根拔出来，啊，所以见思、尘沙、无明，通通没有了。啊，自信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科技的工具，啊，诸位的心要清净，要有智慧，啊，不能动感情，动感情你就错了。无论在什么地方讲经，你都能看到影像，都能听到声音，你说这个多方便。不一定要天天在一起，天天在一起麻烦大了。在一起干什么？造业啊！所以我自己讲经的摄影棚没有这么大，很小啊。我讲经就是一个人，没有听众啊，啊，就是摄影机对在我的面前呢，我就对他讲了啊。同时有网络。电视播出去，啊，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的卫星，啊，今年呢增加了一颗，
现在是五颗卫星，全球都能收到。啊，去年我们只有四颗，啊，欧洲收不到，非洲收不到。正好我去年就到埃及去访问，到意大利去访问，那个地方收不到，为什么不行啊？啊，一定再把它补起来呀、啊。所以今年元旦，我们又加了一颗卫星，补足了，全球可以收到。啊，所以方便太多了，无论在哪里，都还是在天天在一起相处。啊，所以诸位要常听，不要问问题。啊，不要问问题，常听，常听呢，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你的问题是有问题的，你没有听经，你听的不多啊。啊，常常听没问题了。啊，所以劝大家常常听经，多念佛。啊，少疑问。啊，这样就好，你心是定的。定了呢，智慧就现前了。啊，智慧现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这个经上又告诉我们：欲与今世见阿弥陀佛，很多人都希望啊。啊，我们还没往生，就想见阿弥陀佛。你能不能见到？可以有这个愿，不能有这种思想。有这种思想是妄想。你看，念佛不是叫你念一心不乱吗？你还天天想着我要见见阿弥陀佛，还没有见到，你不放心。你对阿弥陀佛打了个大问号，那这个问号就是你的障碍啊，你怎么会见到？到你心清净了，什么念头都没有了，见阿弥陀佛念头都没有了，哎，阿弥陀佛就现前，你就看到了。不能以有心见啊，有心见不到啊。也不能以无心见啊，无心也见不到啊，那又怎么能见到呢？啊，一有心一无心，行不行？还是见不到。啊，清净心现前就见到。啊，所以真诚清净平等久了，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解、同行。哪有见不到的道理？啊，所以常听经呢非常重要。啊，听经跟念佛的功德相同。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个现前就是此地讲的，欲与今世见阿弥陀佛。啊，现前嘛，啊，当来是什么？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着重在现前。啊，你看看。大师之佛教给我们怎样能见呢？地佛念佛，清净是地佛，地佛跟念佛的功德是相等的。啊，这听经相等，你听经经里面字字句句不都是在那里赞叹西方世界一真庄严吗？
啊，你听多了，你就常常会想西方世界一真庄严，那叫一佛。啊，为什么呢？念头换过来，不想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太苦。啊，这个世界你一生当中遇到一个真正好人关心你的人啊，太难太难了。啊，父子兄弟都靠不住啊，那别人就更不必说了。那西方极乐世界，不论是佛是菩萨，海会大众啊，个个都照顾你啊，个个都关怀你啊。你不到那里去，你到哪里去？所以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才晓得这个地方是应当要选择的。啊，何况诸佛如来啊，这么样恳切的来介绍，啊，来推荐，那我们还对他怀疑，还不能接受，那自己没福啊。啊，所以见佛不是见不到，啊，确确实实是能够见得到。啊，这个在经论里面都说了很多。古人学佛了，没有能够大彻大悟，总是有疑惑。啊，有疑要问。啊，为什么呢？疑呀，是学佛的严重障碍。啊，一定要断疑生信，啊，疑破坏你的信心，也破坏你的愿心，啊，信念被破坏了，怎么能往生？啊，往生这三个条件，信念行，行就是一向专念，一向专念里面要有怀疑，啊，这个一向专念念得再好都不能往生。决定不疑，那就要靠经教了。经教里面有些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搞清楚。实在讲呢，古无大德注解非常丰富啊，啊，尤其是这些重要经典。多读多听，现在讲经的人越来越少啊！我早年也想出很多方法啊，希望将来这个语言成熟了，我找一些来念注解的，找人来念注解，把它做成录音带啊，或者把它做成光碟也可以。光碟这个画面上，像电视画面上，不要人的面，要什么？要经文，你可以看到字，又可以听到声音。把古人重要的这个注解念出来啊，那么这种光碟流通对于学佛的人一定有很多的好处啊。我希望我们将来这个文化学院建立之后，大概明年我们可以开幕啊，这是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啊，流通古人注解。
你像这个莲池大师的《弥陀经》苏超，啊，还有《苏超演义》，啊，我找人来念。啊，欧耶大师的《要解》，啊，这个《无量寿经》，慧远大师又注解，啊，隋朝的小慧远。那么这个夏老的这个会议本呢，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念，将来这个光碟上可以看到文字，可以听到声音，你每天恭恭敬敬的听，跟着这个来读诵，古德常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在听，就像听莲池大师给我说法，听黄老居士给我说法，恭恭敬敬听，这是戒，这持戒，一心专注，这是修定，听听就是修定，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听错，那是慧呀。果然从头到尾听上一千遍的，肯定有处，你会听得很欢喜，为什么呢？遍遍有误处，遍遍不相同，所以永远听不厌，这个效果的时候绝不亚于讲堂听法师讲经，绝对不亚于，果然一门深入的话，无量的功德。欧耶大师要解里面假设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常常有的，因为大乘教里都常讲净土观经里头也这么说，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我们净土宗所讲的，这是念佛理论的依据，为什么要念佛？这两句话给我们解答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有人就问，既然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为什么不念自佛去念阿弥陀佛，去念他佛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欧耶大师回答，他说这个法门啊，全在了他即自，自他不二啊。这一句话重要啊，正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佛法是不二法啊，如果说自佛、他佛啊、阿弥陀佛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啊，确确实实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如果你在这个里面还是生妄想分别执着啊，你不愿意念阿弥陀佛，大师说，你人见未忘，金刚经常讲破四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你人见未忘，你还执着有人，执着有人呢，当然就执着有我，我跟人对立，你是凡夫啊，你这是迷惑颠倒，你没有觉悟啊。如果你偏偏一直一定要念自佛
啊，念自信佛，那你的我见还在，你我见没破啊，这是比较深一层的。大师接着呢用四谢坛来给我们解释。习坛，习是普遍，坛是布施。所以谢坛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遍施。我们这个布施啊要用清净平等心，不分任何对象，普遍的布施。布施到遍法界虚空界，这个功德就圆满了。这四种啊，就我们要常常有这个心呢。四种里头头一种，世界习坛。所以讲这个名词的时候，就是一般人不好懂。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布施欢喜，我们令一切众生都能生欢喜心，这个就叫做世界习坛。这个布施里头以这个为中心呢，这是主轴啊。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呢，这个就是世界习坛。我们有没有这个念头？有没有这个心呢？无论在哪个地方碰到一切众生，都叫他生欢喜心。那我们对人是恭敬、谦虚、和颜悦色，大家看到欢喜的吧？后面三个跟这个都有关系。怎么样不是欢喜？所以第二个叫为人，为人习坛，用现在话是生善。我们要帮助一切人生起善心、善念、善行，我们要带头啊，帮他了。那个帮他的时候，说到要做到啊，他才能欢喜，他才会受感动啊。我说到做不到，没有。人家那个地方有灾难。我们这个我在好像是我在谁啊，在此地。我从上一次从香港回到这个地方来，听到这个印尼有灾难。就是这个地震的海啸。我从这边经过就回到澳洲去了。在这个地方。我写了一封信给印尼总统，送了10万新币，帮助他们赈灾。我们是问到的时候，同时我们要做到，你不做到，那是假的，那有什么用处？一定要做到，那么我建议做一个仁爱和平讲堂。我也要出一些力量啊，要帮助他了，不能说空话了。那个千手观音呢，言到手到啊，那不到怎么行呢？你们大家供养我的钱，我跟你们说，我已经几十年，至少有30-40年，没有用过钱的。这钱对我没用处了。这钱做什么用呢？都做这些好事这最重要的一桩好事，帮助别人开智慧。所以仁爱和平讲堂是帮助众生开智慧的。通通拿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在国内的时候办这个学院，办学校，
啊，这个都已经在着手筹备。我们希望办一个从幼稚园到大学，啊，办一个完整的学校。啊，现在国内有人送一块地给我，啊，中国某700亩，大概差不多，可以做办学院。啊，这个地方政府也非常支持，啊，我们在筹划这个工作。啊，那我们这个学校呢，着重于伦理道德的学习。啊，希望把儒佛的这个教学能在这个地方建起来。啊，然后我们有这个缘分，啊，跟联合国有这么一个合作的这个项目，啊，我们会推动到全世界。这是语言来了吗？语言不来，我们没事的。语言来了，不能不做事，啊，通通为政策。第三个破恶，啊，这是对治，对治就是断恶修善，啊，最后第四个，第一义呀，那就是齐如佛菩萨的境界，这是达到究竟圆满了，啊，所以这四种辨识，帮助别人生善。帮助别人断恶，就是中国教育的意思。啊，最后一条就帮助众生正果，达到究竟圆满。好像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谢谢大家。